下面请您欣赏《爱情万岁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找我呀？啊，就是送礼物的。哎，得嘞，哎，谢谢您，您就搁那儿就行了。哎，于老师为什么是绿的？发生了些什么？给我的，哎呦，谢谢。每回演出啊，就跟进货似的。谢谢大伙儿的支持和鼓励。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。是，高峰是我师弟，栾云平是我徒弟。那是爷儿俩。高峰最大的特点是卖力气。哦，这话筒都湿了。嗨，不至于，不至于湿到那儿去。至于不？这太没功夫了，这。哎呀，哪儿那么湿啊？挺好啊。在后台看着他们，我特别的感慨。又感慨什么呀？栾云平来的时候还小孩呢，这都多少年了？现在一晃，他孩子都上学了。是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快，眼看着郭麒麟从小胖子变成一个大帅哥，那这长大了嘛？眼看着岳云鹏打跑堂的变成大明星，嗯，眼看着张云雷打南京南站掉下去又飞上来，嗨，火了。岁月不饶人，嗯，我也没饶了岁月啊。怎么谁不饶谁？那是，嗯，人这一辈子不容易，嗯，挺感慨。是，有的时候想，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一本书。怎么就是一本书呢？你看，比如说啊，嗯，德云社有个叫阎鹤祥的，啊，有跟郭麒麟说相声那个，嗯，这一辈子下来，阎鹤祥这人生就是一本地图。怎么叫地图？他没事就开着车满处玩去。对，他喜欢自驾游。这两天已经去了。上哪儿了？骑摩托车奔意大利。嚯，这不骑死的这得俩月。啊，俩月告诉我了。哦，他走了我就告诉我儿子，嗯，好好的演戏，知道吗？哎，别只是说相声。哎，你那个搭档已经奔意大利去了啊。是，半道要是迷路，不定哪辈子回来。对，啊。他这辈子就是个地图，这可以这么说。我们这主持人侯震，侯爷呢？侯震大家都熟悉哈。啊，这个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是，这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嗨，他算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侯震这一辈子就是一本菜谱，怎么叫菜谱啊？就是个吃货，喜欢吃。嗯，我这辈子估计到最后就是本相声大全。啊，得净说了啊！于老师这辈子就是日本电影资料库。哎嗨，哎呀，我这挺好啊，挺好啊，还有这爱好，那是那是啊。嗯，我夸你，你就点头就好了。我凭什么呀？啊，我们哥俩半辈子了。啊，对，真的，这个人，这个单纯、善良、厚道，不管对谁都这份儿。您真捧我，尤其对他父亲，他父亲一说吃顿肉。提裤子就来啊！别提这个，进门就切肉。不是，你是就为了说提裤子就来吧？我后边也说了切肉吗？不，就别切肉了，再切肉又认亲了啊！所以说，对他父亲朱老爷子那个什么叫朱老爷子？别提这个，对谁都好，这与人为善。哎，女人为善，这个女人啊，与人为善，与女人为善。你就说不清楚了，乱套了啊！对对对，他媳妇儿是最好，那是两口子，对吗？这还问那么清楚干嘛呀？他跟他媳妇儿啊，青梅木马，木马呀，俩青梅，青梅竹马呀，青梅竹马，对呀，青梅竹马论英雄，对吧？嗨，你就是曹操，你媳妇儿刘备，没听说过啊。青梅煮酒，那不是说青梅煮酒啊啊，不是说媳妇两口子这一份的，好恩爱，那是我没见过说天底下疼媳妇又疼成这样的人，那是疼啊，他不是疼爱啊，他是孝顺，这是跟我媳妇还是跟我妈呀？就这孝顺，就是你看，啊，两口子好交朋友，是啊，炒一桌子菜啊，给我打电话哦。于谦给我打电话，嗯，兄弟来吃饭来吧，哦，请你做客。我这忙着呢，你不早说，哪有功夫去啊？啊，改天吧。哦，挂了，没来。
嫂子给我打电话，嗯，你要死啊？嗯，叫你来，赶紧来，别别废话，快点。哦，马上到。什么人性啊？你这是？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抱盆儿，小小叔子特别哏儿。什么呀？您这是？嫂子叫我去就得去。啊，他就来了。到一进门，啊，一桌子菜，感动啊，亲哥哥，亲嫂子。是坐那儿三个人吃饭喝酒，哦，高兴，嗯，这就看出来了，于谦要疼媳妇儿。我怎么疼媳妇儿啊？吃了半截，嫂子把筷子放下了。哟，干嘛呀？怎么了？谦儿赶紧问。嗯，陛下，陛下，武则天呀，是怎么着这？老佛爷，啊，改慈禧了。您怎么了？嗯，我想喝豆汁儿。哟，这不找事儿吗？啊啊。对，这不找事，一桌子菜他想喝豆汁儿，他就想这口了啊。嗯，谦儿乐了，是这好，改太监了，我这，嗯，这就买去。这会儿是晚上七点，哦，于谦打家出来开车奔北京南城，南城卖豆汁儿的多，买豆汁儿去啊。他回来11:30，好几个钟头，我跟他媳妇儿我们都喝多了。你们等会儿我呀，你这寡酒难饮啊，你喝一个，你喝一个，我好意思不喝吗？非得喝啊。喝吧喝，你这边好家伙，枕着大腿俩人歪那儿。哎嗨，11:30谦儿才回来。醒醒醒醒啊，喝豆汁儿，正好喝豆汁儿解酒。嗯，我跟嫂子一人来碗豆汁儿喝。哦，倒是心情很愉快。那是，嫂子把碗撂下了。嗯，想吃煎饼果子，又挑出，还得吃天津的煎饼果子，那我还得去啊。你看我都觉得不合适了啊。啊，我假装喝多了，假装我就把脑袋扎在背上，假装不知道。哎，嗯，谦儿，哦，我买去买去，这也买去，开车奔天津。好家伙，11:30到了家，嗯，头12点开车奔天津又走了。这个煎饼果子没有半夜出摊的，那是怎么也得等到早晨6点，人吃早点，对吧？到那儿去，嗯，等着出摊买完了再回来，到北京上午10点，就过去一上午了。你看，我也得收拾收拾回家了，对吧？你早该回家了，你怎么还在呢？就是我心里边揪心呢，这啊，我回家我怎么说呀？我干嘛去了这一宿？是不是啊？就说人家两口子这份疼人的心，我是疼你的心啊。这是我们仨就是一家子，知道吗？别往里掺和。每次看到这会儿我就感动了都不行了。哦，真的。包括到国外演出，于谦这么大老爷们儿逛化妆品的柜台，给媳妇买，给媳妇买。哦，新出的粉饼有没有啊？ 哦这个好。哦，这要这个。嗯，这最白，这抹上白的，是买大盒的回家给他媳妇儿。哦，买完给媳妇儿梳小辫儿。哦，梳小辫儿立着，立着拿粉扑给媳妇儿一个两个。嗯，嘿，哎，媳妇儿也开心呐。那是啊，逗逗逗，我蹲蹲蹲。行了，我媳妇儿改前脸了，他们俩说双簧去了是怎么着？哎，就说疼媳妇儿这份心啊，为上场这是。那是啊，哎呦，新出了 iPad 了。哦 ，iPad 出新的了。是，于谦儿买去。我给媳妇儿买，买去，买完拿回来高兴。嗯，媳妇儿这太好了。怎么好？外国人花18000我都没卖他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进口的。嗯，那人外国人在国外买不好吗？哎呀，媳妇儿高兴啊。啊，得了，把我换下来那旧的给你吧。啊，这还挺疼我。新的人家媳妇儿用，啊，旧的他用，我用呗，从来吧。嗯，所有应用的他得重新登录，重新卸载。那也高兴。是啊，媳妇儿高兴，我用一旧的，哦，重新登录，登录来登录去，有一个 QQ， 嗯，好多年都不用了。是啊，于谦那也得登录啊。啊，有一句提示，嗯，密码忘了。哦，提示，嗯，你曾经的同居女友是谁？还提示这个？当初你自己输入的，啊，哦，填对了名字就登录成功了。嗯，媳妇儿坐边看着呢，写啊。啊，写啊！你瞧，他倒盯上我了。谦儿乐了。嗯，啊，谁呀？王金牙。不行，我得
李百岁，这啊，张王氏，这都多大岁数了？这同居女友啊，索菲亚·翠绿，嚯，孙悦的姐姐啊，高峰的姨，你说准了吧？填了40多个，啊啊，嫂子乐了，嗯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啊，钱也乐了，是，我上门口跪着去呗。我还挺自觉，嗯，自个儿上门口，嗯，跪着去，嗯，给我打电话，嗯，赶紧来，解围，出事了，要打架，好朋友我就得去，啊，这回叫你来了，对吧？啊，得去，到门口他那跪着呢，是，怎么了哥？没事，进去帮我劝劝，哎哎哎，迈过于谦，我把门都堵上了啊，他跪在门口呢吗？我倒闪一下，进来了，嗯。谦儿在外头把门带上，哦，我进去劝嫂子，嗯，好家伙，劝到转天中午12点半，这个我又能买套煎饼果子回来了。哎，打开门，甭说别的，这就是一劝一天云彩散，真的了，因为我，你缺德不缺德呀？什么叫朋友啊？哪个叫哥们儿？为了你们两口子累死我，算什么？活该！什么人性？你这是？后来我也劝他们，嗯，我说你们俩别打架了。怎么呢？我盯不住。废话，谁用你了？真的，你们俩好好的吧。啊，好好的，真的这不也不像话。我每回出来，我都得编瞎话。编你编什么瞎话？我媳妇说你干嘛去？我只能说我洗头房了，上歌厅了，上 KTV 了。嚯，不能说上你们家来，罪过太大，知道吗？这比上。啊，洗头房罪过都大啊！你们两口子最好要个孩子啊，这倒是纽带。有个孩子，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，不打架，不麻烦我们这朋友了，就别提这个了。哎，嗯，你看我这嘴开了光了，是吗？没多久，两口子有孩子，你瞧，嫂夫人怀孕了，哦，我也高兴啊。怎么老有你呀，啊？这里头不是朋友啊，我哥哥有孩子，我能不高兴吗？啊，就如同是我的一样。你别说这么狠行不行？这句话就替你高兴，是替我是吧？一个月一个月的盼着呀，啊，哎呀，盼着高兴啊，嗯，好多朋友见着我都说，哎，最近看你这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，是吗？怎么这么高兴？你要当爸爸了是怎么着啊？啊，这，你倒跟人解释解释，七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哎，对。让他找我来，我跟他说，哎，挺好，啊，挺高兴 啊， 啊！你包括到最后，嗯，快生之前去做那个检查去，是做 B 超什么的，我还跟他两口子一块儿。怎么老你跟着呀？你没有经验呐？你有经验呐？嗯啊，嘿，他倒是我得跟着去啊，啊，对吧？嗯，到那儿了，那医院咱们朋友哦，大夫也是咱哥们儿，有认识啊，进来了，嗯，嫂子坐在那儿，啊，我跟谦儿在边站着，是啊，大夫拿这个片子。嗯，看看，嗯，回头看看于谦儿，嗯，这孩子不是你的，这片子就看出来了，我腿都软了，这怎么又有你？你老跟人瞎掺和什么呀？咕噔，我就坐地下了啊！替我着急，主要是，嗯，嫂子也傻了啊！嫂子回头看着谦儿，是，对不起，嗯，对不起，干嘛？大夫把那张拿起来了，哦，这张是你的，好家伙！拿错了是吗？啊！各位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是，幸亏你有认识人。那是啊，嗯，就说大夫，医者父母心。行，别提这父母心了。啊！哎呀，啊，太开心了啊！太开心了。到后来就生了于家这小子 啊， 啊，就这郭小宝一老生。这等会儿，郭小宝像话？叫什么？这于姓于。你看见吧，列位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吧？啊，做好事不留名，对，好，这叫缺德，啊，这叫还好事留个信儿得了啊，没听说过，很好，嗯，反正打那儿起，我就觉得谦儿哥的脾气又变了，怎么变性了？早先呢，有时候还有点脾气啊，自打生完孩子之后，这个人你就看着怎么这么慈祥呢？那是，这真是不一样啊，是吗？因为他做了那个之后啊，做了哪个呀？做了父亲之后整个人不一样 啊， 啊，你把他说清楚啊，而且对我们，嗯，尤其对我是疼的，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是吗？这我们出去演出去，到外地演出，啊，
谦儿哥也不怎么就觉着我这么好哦，天天抢着给我洗袜子。我吃顶着了是怎么着？我演出结束啊，你回去得换呢。是出一身汗，袜子拖在那儿。嗯啊，一不留神他跟那儿呱呱呱呱，我给洗了。我说哥，您这么大岁数，你别管别管别管，我就愿意洗，高兴啊。咱们不落人呐，比我大这么些个，拿着不忍心。嗯，后来我就藏，不让洗。有的时候来不及自个儿洗，就先藏。哦，你藏架不住他找啊。我干嘛那么迫切呀？这进屋，我是找袜子呢，是找钥匙呢？我这找找找着洗。哦，到后来只要他一找着，我就跟他抢。哦，拿来。有时候你抢不过他。我还挺使劲，还有的时候你不能抢，他看见一把，他搁嘴里了。我啊，我也太豁得出去了，我这个啊，谦哥，你是不是偷我袜子了？啊、嗯，哎呀，还感动，亲哥哥也就这样了呀，啊，那是亲哥哥也就这样了，亲哥哥都不这样，那是，到后来洗袜子都不过瘾了，我敢干嘛了？你裤衩在哪儿呢？我也可能上瘾了，我这是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说相声就这一场好几个钟头，这个汗呢，是回去这内裤这都湿了，累，都是汗，嗯啊，他就玩了命了，就一定要给你洗裤衩。我这干嘛呀？我这怎么弄啊？没辙没辙的呀、哦、啊！天天的就躲在这个，你躲不过去啊！啊，偷你裤衩，我什么毛病啊？我这是偷完了，他当然他跟别人他不那样啊啊，他就跟我对我好。废话，我不逮谁跟谁那样是吧？比如说一气儿拿来六个裤衩，他也闻、啊、高峰的不要，侯震的不要，哎，我都上哪儿搜了来这么些呀？我他就晚上都睡觉了，他才能偷裤衩呢啊！回去蹲着楼道挨个闻。我没挨过打呀，我哎，这德刚子啊，这才拿回去洗，知道吗？哦哦，洗完了晾好了，你瞧这姿势，弄干净了，这才给我送回来。哦，感动啊，列位呀、啊，那是是，真是感动啊！啊，有的时候就咱不落人，但你真看不住他，啊，非偷。有时候这两天工作太忙，攒两条。嗯，好家伙，他可得意了，找去。好，这两条他能兴奋好几天。我呀，哎，洗，当然有时候完事有的也忘了拿回来。嗯，洗完了送回一条来。哦，那条他忘了。嗯，他以为是他的了。混了，洗完了他穿上回家了。嗯，到家一脱裤子，他媳妇儿乐了啊！你怎么穿德刚的裤衩啊？后来啊，嗯，行了，别往下说了。哟，送裤衩的来了，教练。是给于老师送来一辆自行车。于老师今天拍了一个电影叫《老师好》啊，然后里边带着个包，带着自行车，这是于老师的遗作。你这嗨，你干嘛遗作呀？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啊。还有别的没有啊？行了，没有啊。嗯，今天于老师又开心了，怎么又有袜子可以洗了？那挺好。自打这个于老师一拍戏。我们后台天天串门的人特别多，老有人来啊，还进入那个演戏的、拍戏的，这都是朋友啊，都是他们的同行。就是后台还来串门的啊，谁来了？有那个妇女，谁？刚有一大姑娘在后台哈，您的朋友，你的朋友啊，他们看着上场门走了吗？谁呀？金晨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啊，他叫金晨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有认识的啊，金晨演无心法师都知道吧？哎，有知道的啊。哎呀，非常突然站到这个德云社的舞台，感觉就像是这儿的一员一样。那是那是啊，很骄傲。他之前我们在大理做的那个真人秀一个节目，哎，他跟我们一个宿舍，那会儿还一个宿舍，不是一个房间，不是一房间啊，宿舍还挺大。那是那是啊，今儿来听相声开心吗？开心，虽然就是没有太看着脸，因为在这个后台一直是听声，但是已经乐坏了。其实你从这个幕帘的、就是、看我们俩人的屁股，其实也是可以感受一下啊，还是非常的性感。那是啊，这夸咱俩呢啊，夸咱俩呢，
夸咱俩呢，特别好啊！喜欢听相声是吧？喜欢。以后上我们这儿来。今天听的感觉跟我睡觉前的那个感觉还是有所不同的。你看看啊，嗯，我们俩对你有陪睡之恩啊。是。谢谢妈。别客气啊，这是叫你呢啊。那是叫你呢，这往我这儿布呢。那个、大家都非常的热情，然后就是在这里呢，也祝这个德云社越来越红火，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，笑口常开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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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晨。后面还有很精彩的节目。哦，还有节目呢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好、谢谢金晨。来一报幕的，所以这样的妇女我们是欢迎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迷路了，快点啊！哎，她会不会到后台？把你那裤子袜子不会，我是提上裤子就上来了啊，那是啊，哟，你们这行怎么这样呢？我记得刚才我还看见我们有著名导演也在后台来着啊，谁呀？胡导，我们那个胡梅导演啊。哎呦，快请到，快请上来，快请上来。多嘞，谢谢您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不敢。有人认识，有人不认识啊。胡导大导演，什么《雍正王朝》《乔家大院》啊，都是胡导的作品。啊，电影《红楼梦》也是胡导拍的啊。包括这两天有一个《进京城》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啊？写京剧进北京的故事，《进京城》大片也是胡导的作品啊。昨天上的，今天上的呀？昨天上的叫《进京城》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郭老师给我们捧场啊！您别客气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特别希望德云社的人去看我们的片子。我带他们去，带他们去。听相声听得太高兴。我们改明也集体组织一帮人看您的《进京城》去啊！到时候您把那票房汇到我的账上就好。有时间你们去看一看《进京城》，很棒的一个电影啊！谢谢谢谢，都去啊，都去都去。好，谢谢胡导。哎呀，这还送花啊！你看、啊、也不好拿，这是又来了啊！我记得今儿后台还有个男的也串门来哈。行，您把他请上来吧。男的其实来不来不吃什么劲，真的。这叫什么话？啊，来，哎，来了来了、嗯，来站这儿来。这个人的名字叫郭京飞，影视演员。哎呀，穿的这身衣服我很感慨。因为像这种衣服，这种大褂必须配这样的旅游鞋。这是加六身啊，是的。我手应该是往这儿放的。那不用不用不用，挺好。那个你摆出一个小凤仙的状态。什么都没准备。不用准备。就靠胆儿大。那是啊。这个救护车啊，我已经叫好了。哦哦哦。我们年前一块做了一个真人秀，他我孟非佟大为还有刚才金晨。我们几个人一个宿舍一大通铺啊，住大车店了，很开心。就郭京飞你们都知道吧？哎，我跟你往外一走，我突然间觉得我就像苏大强一样。啊？他们说的是那个苏大强的台词。哦你穿成这个样子，你是要表达什么吗？我想给大家看看漂不漂亮。行，那就行，我走了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他说什么？有点矮啊？我个儿有点矮是吧？啊啊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那您真是好眼力。啊，话筒有点矮。哦嗨，我在。我在郭老师和于老师面前只能这样。会说话哈。这马上郭京飞就红了，了不得了。那也红不过郭老师和于老师啊。那倒是，你这嗨，什么人呢？您不会聊天这帮人哈。来这儿的目的呢，俩。对对。是听说德云社大褂特漂亮，料子特好。嗯。要了一件。哎。给我定做的。挺好吧？好看吧？好看。嗯。好看。我不知道你要穿这个鞋来。我也不知道，我里边要穿条水裤，所以我这裤子现在里边糟践我们这大褂了。没事没事。行，你后边侧臀让大家看一看啊，都特棒。你得学学于老师啊，提上裤子就上来了啊。会炖肉吗？我还提上裤子不认账。好的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打算是第二个有一个影视演员啊，嗯，也可以叫做败类。哦啊，
是我一好朋友。这人叫长得很怪，啊，头还特别大。嗯，德云社的戏特别火。哦。啊，每一次这个一个月说相声，你看这2700人我们演话剧的时候，不可能奢望说坐满了，不可能。哎呦，1400人都坐不满。说在雷佳音的头里边，跟德云社说一场，永远坐不满。嗯，太大了。这么不好笑吗？哎，还要多不好笑？对不起大家了。啊，他呀跟小岳岳录这个真人秀的时候呢，喝大了。嗯，直接给跪下了。磕了一头，到那儿到现在那边还有这么大一坑，嗯，磕的。雷佳音这脑袋太大了，嗯，就拜小岳岳为师了。哦，他这最近啊拍这个比卡丘就是配音啊，天天在网上啊嘲笑我，我就不想再跟他有这个互相再怼了，我就一招制敌。怎么办呢？我来这儿拜郭德纲老师为师。长辈儿了。这个有一天啊，有一个演员叫佟丽娅，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，我打开一看是一视频。开始我看佟丽娅给我发的视频，吓我一跳，我要，哎呀，心噔噔跳啊！买豆汁儿去了啊？那是啊，嗯，上天津吃煎饼果子去了啊！打开一看呢，是在一个屋里边，岳云鹏跟那儿坐着，雷佳音啊，咕噔就磕头叫师傅。我就乐了。我前两天去拍这个《极限挑战》，我去两天，雷佳音倒是见面就喊师爷，倒是啊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关系很好，啊，就这个为了把关系更好，所以郭京飞问能不能拜我为师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就是雷佳音的师叔了啊。我主要比较含蓄，其实我一直想拜郭老师为师，但是呢，找这么一由头，自己呢也有点面，但是该跪还是得跪。哎，别，我在这儿跪，我呢回头弄一大桌。哎呦，请这个两位先生唱个次郎探母，我也喝点儿，不喝我就直接。怎么还有次郎探母这里头？你是给我们俩带哪儿去了？这是啊，我地上最多就是这么大一个坑，这么大一坑啊，雷佳音那这么大，嗯，你就蹲他那坑里就行了啊。行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场这将近3000人了啊，是是，他们都见证了一下，这就是雷佳音的师叔啊，是郭京飞。嗯，我在这儿也给我师父。跪一个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有的是机会啊。这么一算，我可收了不少外行徒弟了啊。这个欧弟也是啊，那个孙艺洲也是我徒弟，也是也是啊。对，什么张艺兴也是啊。张艺兴，你看各行各业的都有，一大帮都是我的外行徒弟啊。对，什么时候您再把老干妈给收了？我的个天爷啊，我就是老干爹了。你是拿葫芦收的那个？我叫你名字，你敢答应吗？好吧好吧好吧，找一个合适机会咱们一块热闹热闹，好吗？好嘞好嘞，我们也鼓励一下雷佳音的师叔啊。这个尤其最近从都挺好开始，再加上最近我们要热播的这个大叔小馆，是是啊，大飞飞越来越棒，希望你越飞越高，好吗？今儿最重要的就是这么轻松的就被郭老师给收了。哎呦，高兴高兴，得嘞，一会儿喝点吧啊。好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好嘞好嘞，多谢大家。好嘞好，嗯，哎，忘了让他管你叫师娘了。嗯，我这瞧出来了，您不单搅和本行哈，嗯，而且你发现了吗？影视行业更爱在伦理上面找包袱。啊，为了比谁大一辈，他们竟然这样拜师啊！你看，多好啊！那是好开心啊！嗯，我们也不差这一个外行徒弟了啊。哦，你包括那个电影《老师好了》那个导演。啊，那也是我徒弟，那是早就是徒弟，那叫张鹤鸾，赫子科的学生，对啊，嗯，他也不怎么着就导了这么个导演啊，嗯，把于老师带上了不归之路，不归之路，很好，很好啊，嗯，这个今天这个演出呢很热闹，嗯，啊，关键就是今天晚上德云社热闹啊，嗯，全国6个城市同时演，对，还不包括北京城的各家小剧场，哦，再加上。南京、吉林、哈尔滨的3家德云社的分社全面开花，就是希望相声好，当然得谢谢观众。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哎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您各位，谢谢。整个德云社呀，其实我们这辈个这个身份、这个辈分的人不多。是吗？啊，就这哥几个，大部分是我的徒弟、学生什么的，都是晚辈啊。你但是高峰啊、侯震，这我们是一辈儿的。
啊，师兄弟，尤其高峰，嗯，跟着我们这么些年，风里来雨里去。对，我看见老高，我特别感慨。怎么又感慨了？来的时候可嫩的小小子啊啊，现在都卸了顶了。也早点。他在那一走，我后边一看，看他跟他自己的爸爸似的。嗨，这叫什么比喻啊？挺感慨的哈。啊，老高，出来聊会儿吧。哎，高峰，您好，很感慨啊。您感慨什么呀？兄弟，你那头发都稀了。嗨，这不是操心受累吗？啊，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小子呢。小鲜肉？那倒没有啊。嗯，您是捧我是跑我呀？现在是老卤煮了。哎呀呵，来的时候是小光棍啊。对对，在我们这儿娶媳妇生孩子，岁数到了。他那个媳妇原来是我们这儿的主持人，又叫报幕员，可漂亮了。是了，也不怎么落他手里了。嗯，这叫什么话？特别好，玉洁冰清。哎，当初多少演员想跟他交朋友，看不上。你看看，高峰给买块糖答应了。呵，他们就没有这种思维。那是啊，啊，要不说买块糖多重要？就说是。后来生孩子了，嗯，生了一个小闺女，挺可爱的小女孩。生完孩子给我打电话呢。嗯。哥，我生了，对啊，给您道喜，好事。对不起啊，是个女孩。对不起，还无所谓啊，男孩女孩没事，健康就好。哎，好嘞，高峰来了，我挂了。哎啊，这电话就躲着我呢，合着。我们是一个大家庭。哎，没听说过啊。他生孩子那天我没去，因为我跟我们嫂子做 B 超去了。嗨、哎，怎么老得挂上我呀？哦、这跑那产检去了，合着、嗯。哦，是这样的啊。哦、哪样的？很好啊，嗯，这我们哥仨是一个辈分，没错。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艺术家。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，对。老高是范老师的徒弟，对。范老师是，你看有人看，范导爱，哎呀呵。这个、多耽误事儿，可好，挺好、嗯。以后咱们就不用单独介绍，因为观众都知道。嗯，没错，叫小雪。什么范导啊？日本华侨还嚷嚷呢。日本华侨，那华侨范导，多得入的华侨啊？不对、啊，不是吗？我师父叫范振玉，翻译过来是范导爱。哎，这没有，不用翻译，不用翻译叫范导爱。哎，去去，没你乱不了啊。他就一个名字，范导爱。哎哎。我说你离不开范导爱了是怎么？不是，到底叫不叫范振玉先生？哦，范山玉先生。哎、山玉干什么？有地儿叫山玉，有地儿叫地瓜。这没有地瓜，振、啊、玉。镇压在山玉里边儿、嗯，那玩意儿多呼的很，哎，闷死的。没听说过啊？贫不贫的你？多严实啊！那是那是啊！一晃呢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。对，遗憾。那么在哎，我师傅活着呢，嘿，好家伙，差点滑过去这一下。我还特意小点声说，不是谁的师傅谁了解是吧？废话，你这话有点过分了啊啊！你应该啊，这个下礼拜再说。对，就活这一礼拜啊，活一天是赚一天。什么叫赚呢？你别说这回他讹你，我这碰瓷来了。你别看他们俩台上打架，聊天别看他们俩台上打架，他们俩关系特别好。哎，有交情。是我离他们俩住得远。对，我在北京，我住锦北边。嗯，我住在沙河那边。您听听，他们俩住的那个南边天堂河小区。天堂河，天堂河那不是公墓吗？那不是有公路，顺着公路就到哪儿有什么公路干什么？公墓那是公墓哈，哎，有一个四季如春的这个小区啊。对，那地方省得暖气。那是俩人一人一套烟景房。对，烟景房啊，叫什么？有叫海景房，没有叫烟景房。俩人住在那儿挺好。对，这个人家哥俩天天的私交就比我强啊。我们住得近，吃完饭了，哥俩没事，走出去溜溜弯去吧。啊，散散步。小区里边哥俩这儿一走，嗯，一聊天交流心得，多好啊！啊，德刚上你那儿去了吗？嗯，没有啊。上你那儿去了吗？也没有啊。对了，他最近可能是忙。是。得了，你这叫心得呀，这个。你回去劝劝你媳妇儿啊，你也劝劝你媳妇儿吧啊。都得防着人啊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俩人聊完天儿，哥俩往前溜达。哎呵，要现行我们。有这么溜得了，就是扶着墙嘛，扶着墙，扶着墙干嘛呀？我你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呦，走着走坏了，怎么了？你看我说别往前走吧，嗯，也不知刚才谁遛狗，嗯嗯，小狗跟这儿拉的便便，嗨，现在就是不讲功德的，没有功德心呢，就是。好，这摊便便，嗯，70多斤，嚯，你腰了是怎么着？啊，70多斤，嗯，俩人站这儿看着，这看什么呀？他也看，嗯。于谦乐了啊，高峰，你敢吃了吗？哎啊，这叫什么朋友？你说这是？你要敢吃，我给你10万块钱。给多少钱也不能吃。把高峰气的，就是这
是人话吗？对，真是的，这又没带着筷子。嗯，嗨，我缺这餐具合着啊。那赶紧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嗯，好，对，吃凉的我促心呢。对，胃口不好啊。老高，就老高这个人要强啊。是是，要强，吃吧。手抓饭，那是喝。你就甭弄这名词了，就。哎，高峰吃，一会儿功夫连地都舔干净了。呵，不糟践东西，多环保啊我。嗯，还咂么滋味呢。于谦给我10万。哎，要钱。当时结账。于谦乐了。嗯，我出来遛弯带10万，回家给你吧。嗯，俩人又往前走啊。行，您把这首饰收回来。嗯，走着走着又发现什么呀？一滩小狗的便便。呵，哪儿呢？比刚才那还大。这得攒多少日子？俩人看着。嗯，亚拉松哪有那么高啊？他唱上了，他还。高峰问于谦：“嗯，你敢吃不敢吃？”哎，这报复的机会。敢吃，我给你10万。嗯，谦乐了。啊，躲远点。把勺掏出来。好家伙，我自备而来。还唱上了。吃完了，地都夸哧干净了。哎呀。高峰给我10万块。嗯，高峰乐得直不起腰来了。你出门不带10万，我能带10万吗？对，对不对？得了，咱俩人谁也别给谁扯平了。嗯，请，请。哼，你呀，你长不了个儿了，知道吗？你，合着我们俩出来，一人弄一泡屎，这就完了，是吧？我们俩出来就为吃屎来的。偏方治大病啊。这叫什么偏方啊？有什么病啊？我们现在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间了。哎，哎呀，来吧，既然您强烈要求唱一个，是吧？我说什么了？他刚才话里话外点我要唱歌。对，那眼神我们都看出来了。再别什么？说是学猫叫。行了，你别客气了。那这不是我唱的那个啊，这老头唱的也实在不好听。对，咱们唱个别的吧。唱个别的吧，唱个老歌吧。哎，来您拿手的啊，假行僧吧，唱两句好吗？哎，这好。哎，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名不虚传呢，客气，真好，瞎唱不错。你看他吃完东西，他唱的有味儿。谁？还没消化下去。那是唱不唱都有味儿啊！那是对，后来又出来了啊！来，该高老师唱一个了。哦，我也唱一个。哎，假如你不唱，你跟他吃的是不是一样啊？他吃的第一泡，对，我那还热乎着啊！我唱什么呀？高老师唱，高老师嗓子好。哦，这您是知道。唱个现代京剧给我们听听吧。哎，我还最喜欢现代。哎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。这我最拿手。哎，你就来一句啊。这就是一句啊。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。没错没错，我给你唱前边，你接后边，咱俩一块儿唱，让大伙看看你嗓子有多高。那我对你有个要求，您说吧。别犀利。好的，起高点，要不我唱着不痛快。你看看 啊越高越好。这是一个要强的人。那当然了。一要等一会儿，等我白给您提要求。怎么了？起高点啊。起这么低唱不痛快。一要再高点。你不舍得唱是吧？哎哎哎，高峰高峰，哎，行了，我得拦你一句啊，这就不低了，后边那才高呢，后边有一翻八度，翻上去八度唱，那是最高的。他不是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们没关系。你刚已经唱完了，他唱前头，我接后的，这里没您什么事。我也唱不上那么高。对呀，既然今天是。人家从艺30周年，今儿头场演出来这么些朋友，认真负责呀。是啊，既然来了，我让你啊小刀拉屁股。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。听听，还有好人没有？你这听完音儿吧，快来来来啊，高点起。你拉之前看一眼，那裤衩是不是我的？就别厉害。怎么全有话呀？来来，高点起。干这行太开心了，这个拿别人开心。哎呀，摇。再高点就越来越低。哎，行行行，高。哟，尽你所能再高点。哟，哎呀，嗨，
谁踩你肾了是怎么的？像话，听着像接客的事儿。我还是个提上裤子就来了。嗯，我想吃炖肉，我去。您就尽力而为吧。哎，来。哎，这行行行。哎，来。雪呢？玉阳仙在山顶上。不、哦。一轻松，哎，认真听啊。我知是。一轻松。哦。有点谭元寿那意思吗？怎么样？听傻了，你看你。不是，我还真听您的了，要认真听啊，认真听啊，怎么样？我听什么呀？你让我听我这唱儿，听你哪儿有唱啊？你听半天就是大便干燥那意思。什么语言呢？这艺术家，你说你不是没听见啊？咱白唱了啊，人家都没听见什么。他呀没听见什么，他没听见啊，耳朵都震聋了。你看咱这嗓子太高了，太高了，震耳欲聋嘛。你们俩这都真的假的呀？跟这真的，游戏人生嘛，是吧？老高，咱们再来一个吧。太棒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这回认真听啊！我是认穿，要合适穿。行行行，林海，跨雪原，哇，嗯，气冲。哪儿，小汉？哦，那儿了，那儿。注意啊，啊在那儿了啊。哪儿呢？小汉呐、啊！哎呀，谢谢朋友啊，这真是京剧发源地。哪儿就京剧发源地？谢谢您。行，谁跟你握手了？您要脸不要脸的就跟人握手，向我表示祝贺。我谁向你表示祝贺？让你别，我让你别唱了。怎么了？哪儿啊？唱怎么样啊？还让我评价一下啊？那我们挺尊重您的。行啊，您给说说。反正按照网络词汇，现在最时髦的评价您这艺术啊，怎么形容？俩字儿啊，蛋疼。你呀、啊，这没意思啊！你是不是下刀是拉歪了？是，你别老搭话了，一哆嗦好像奔那儿去了啊啊。咱们再唱一个好不好？哎，我还上瘾了，我就爱跟高峰唱，我也是这么想，还上瘾呢、嗯。唱这个好不好？哪一个？嗯、听着啊，您来吧、嗯。你注意点，都开始了。哎，这好，这、嗯、这是个武戏。他这大褂还有理儿，来吧，哎。哪出戏？嗨，你早点问的，我忘了。没听说，你再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，好吧？没问题。《红灯记》哦哦，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。来吧，这回彻底没声了。这个好鞋，你穿上大。哎好。嘿，四二，四二的。谢谢朋友们啊，这回、哎、这回精彩，配合多默契。哈哈哈哈。你这是非让我评价是吗？你非问我唱完了以后是吗？对，我想让您表扬表扬我，这意思。行啊，这么说吧，怎么说呀、啊？就您这玩意儿，这儿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哎，你们俩等我拿馒头去。哎，回来，老有他这里头。哪头的你是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们这是艺术。什么艺术啊？什么艺术？一般人可来不了这个。谁都会唱这玩意儿，谁都能来吗？不出声有什么不能来的？你甭说别人，你能唱吗？谁都能来，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那太好了，大伙鼓掌，让他来这个、啊。你来这个，你躲开。轻是艺术，那什么艺术？你说高腔，我嗓子不成，上不上去啊？你这不出声，这玩意儿谁不成？这腔什么活？这里有韵，哎哎，于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问你呢。哦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吗？什么态度？喊嗓子吧。哎，练练。哎，行，你吃了拖拉机了是怎么？再见，再见。嗯。你吃那狗屎里边有韭菜吧？这嗨，别，这都挺些废话。你唱不唱啊？啊，哦，再高点。啊啊，就尽你所能吧。你学我就好不了。哎、听着吧、嗯，来啊，来，开始了啊、嗯，来吧。一见公子到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功啊。
Please. It's your turn. 阿里嘎达ございます。跟你多客气，来呀、啊，唱吧，来唱，唱啊！这太客气了，你唱不谁都能来吗？快唱唱唱，不是唱啊你！你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吧？哦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是真唱不上来。说大话吧，不是谁都能唱吗？你们这叫缺德，知道不知道？怎么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门就高，是不矮啊。低的时候还往那么高了唱、那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。哎，我可以试试。你瞧，好啊，人有型的，你试试，你唱。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。啊，我还起调门啊，高点给他起啊。你听着吧，来吧。我唱你咳嗽什么呀？你那，人家我这刚一说他底下，我这，人家是嗓子眼痒痒，你这是往外嗽韭菜呢。嗨，还有啊，来来来，不提醒还好点。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满，真好。嗨，捧我干嘛？你看，你看。你捧我干嘛呀？往下唱。哎，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？哎，这不像话，那些废话，唱这个。再来，站立宫啊门，叫小凡上去。谢谢啊，哎，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是了，今天来演出呢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。对，因为今天晚上散在全国各地，哪儿都有啊。嗯，把今儿晚上演出的人们叫上来，跟大伙儿再玩一会儿啊。哎，见见面。我们依次介绍一下啊。从那边开始，高峰高老板。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。这是我徒弟张九龄。这个大个儿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王九龙。这个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女婿啊，我姑爷啊，这是李云杰。这是我的儿徒，在家长起来的孔云龙。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嗯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小曲儿吧，好吗？好啊，听着。来，都往前站，唱几句大西厢，好不好？哎，现场要是有会的呢，别唱，别唱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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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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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一心赶考，够奔东京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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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走过三里桥塔。过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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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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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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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花美酒美，留也留不住啊。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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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
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，下面请您欣赏艺术大观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郭老师好。哎，就跟刚看见似的啊。哎，这我够得着吗？喊什么都有哈。嗯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这个不同的称呼是代表不同的粉丝群，是吗？啊，刚才我喊爸爸，那是郭麒麟的粉丝。嗯嗯，还有这个喊姐夫的是张云雷的粉丝。喊舅舅的是王九龙的粉丝，哦，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，对，这没有，嗯，真下本啊，嗯，好家伙，哎呀，我也纳了闷了啊，这不都谁教你们的啊？啊，现在搭下茬无底线，哦，有的时候演员台上秃噜出个大辈儿来，嗯，观众答应也有情可原，嗯，现在有的时候喊个儿子有人答应，嗨。嗯，这不要命吗？啊，嗯，你不信你试试。我不试了，谢谢吧。啊，说了归齐是大伙儿喜欢听相声，嗯，您多支持吧。哎，我们这行其实不是很景气，还真是。你包括去年相声界的很多老前辈都去世了，啊，去年可有不少。哎呀，这不知因为什么啊，天时不正，嗯，老先生们组团走的，就搭伴儿。我那天做了一个梦，把我吓一跳。您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一个公共汽车，啊，车里边石胜杰先生，哎呦，常贵田先生，啊，常宝华先生，一大帮的去世的老前辈，啊，都在车里边，这车就这么走，哎呦，看着难受，啊，没有司机，这车过去一看呢，嗯，于谦在后边推车，哎，呵哈，合着我把他们送走的，是吗？醒了之后吓我一跳。那是吓一跳，吓我一跳，多瘆得慌啊！希望咱们这行业好，嗯，不是为了咱们，也得为了观众。是，你看这满地送的礼物，嗯，我现在就这么要求，别送礼啊！告诉剧场也是拦着点，别送，嗯，特别值钱送后台来。哎，嗨，没听说过，花钱捧，这就让我们觉得就感激不尽了。嗯，您再花钱买这么些东西啊，过意不去。心里不舒服，又何况你也不知道我爱什么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不是，你看那花儿，你摆不了两天就蔫了啊。嗯，您打算呢？有一个东西叫转账，你们。哎，这嗨，行了，别不知足了。嗯嗯，加微信啊。嗯，也痴心妄想。嗯，谢谢吧，谢谢吧，可爱的观众们。嗯，我们这行是服务行业。怎么叫服务行业？你看，说相声、唱戏、说书，嗯，我们是服务行业。哦，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观众。哦，来的都是客。嗯，除非您不喜欢。哦，我不爱听相声，嗯，那没办法。嗯，那咱们没有缘分。哦，啊，或者我原来喜欢你，现在不喜欢听你的相声。嗯，没有办法，我可能现在伺候不了您了。是啊，您该干嘛干嘛去，很正常。嗯，很正常。这就如同我不吃辣火锅，不吃就不吃。但是我不吃辣火锅，我每天要堵着火锅店门口骂街，进去把锅还得粥了。嗯，那个挨打就活该了。哎嗨，啊，嗯，您坐在这儿，嗯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哎，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，嗯，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。是我们无权选择观众，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是干嘛的。哎，位置摆正，只要让观众从口袋里真金白银的掏钱，你就不能骗他。那当然不能，这是最难的了。哦，这是最难的。嗯，倒退十几年前刚做商演的时候，我站台上一看，我就知道哪个区域是送的票。
送票的，有的时候人当地的企业我们要买点票，嗯，他也买，咱也不能拦着人家，人家说买40张、80张，嗯，拿回去他送票，他送的票不敢保证拿票的人都是爱听相声的，嗯，所以你看哪个位置早走了那帮人聊天那8个老太太那都是送的票，呵，所以后来封这个不卖，给多少钱不卖，哦，不卖了，哎，你也不爱这个，你来你也添乱，嗯，对吧，嗯，咱别搅和，嗯啊，所以说像这样的观众我们很欢迎。哦，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呢？嗯，您的每一张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是上有老下有小，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，嗯，然后我媳妇儿用不着，嗯，给我媳妇儿干嘛呀？你那份你就存起来呀，啊，你不用啊，嗯，你看我又省点啊，嗯，所以说呢，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就这么说的啊。你不管你多大岁数，你小孩小孩也是如此。哦，有的时候观众的可爱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，是吗？之前演出一出门演完了，站一小姑娘，嗯啊，18、19、20，哦，你不能走。说谁啊？说我呀。嗯，我说怎么了，姑娘啊？嗯嗯，怎么了？我说怎么了，孩子？嗯啊，你说什么事？你可以把名字改了吗？哎，什么呀？我就纳闷，我说为什么呀，孩子？嗯，我叫我这名叫了半辈子了，那个你必须要改名字，要不然我就不听你们相声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原来我是郭麒麟的粉丝。哦，我很希望把郭麒麟的名字纹在我的身上，纹身。但是笔画太多。是啊。哦，太多了。我跟他商量，我说你能改叫丁一吗？没听说过。郭麒麟没有理我，所以我今天找您来了。哦，你看你是不是可以改叫丁一啊？逮谁谁叫丁一。哎呀，我说姑娘，这个不合适。嗯，对，我叫这名叫这么长时间了。嗯，当然再一个我也有我的艺名。哦，您也有艺名。哎，你要觉得郭德纲这仨字不好，你换我的艺名。您的艺名叫啊？我的艺名也仨字。哪仨字？头一个字叫饼。饼，饼饼面的那个饼。哦，这一个字就丁郭麒麟仨字。是是是。啊，头一个字叫饼。哦，叫饼什么呀？哎，饼饕餮。好家伙，嗯，这要纹上非死人不可。嗯，你要觉得字儿多呢，你看云里爸爸身上一个。哎呀，嗨，这个孩子现在是我最大的黑粉。哎，对，没法不黑你，天天在网上骂我呀。是啊，也挺好啊。嗯嗯嗯，玩笑说玩笑，咱们就尽心卖艺就好。哎，说相声其实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事情。咱这怎么还牵扯心理学？不光说相声，说相声，说书，唱戏，演电影都是如此。是吗？因为到最后观众跟演员之间呢，他就是那种一家人过日子的心情。这怎么说呢？这个观众要是喜欢你，你什么叫错，忘词了，胡说八道，情绪不准确都没事。哦，都他都能接受。哦，他爱的是你这个人。哦，他看你别扭，你天好你也不是人，都不行了，就跟郭德纲唱戏似的。嗯，有的人爱看，哎呀，郭德纲唱戏唱得不错。嗯，有的人骂恨的都不行了，气坏，啊，电脑砸8个了啊！哦，就得骂郭德纲唱戏唱的不是人。嗯，其实跟艺术没有关系。怎么？他接受不了的是郭德纲这个人。哦，你比如他最爱，他爱杨小楼，他爱马连良，爱什么梅兰芳。哦，把那个唱腔从我嘴里原封不动的拿出来。嗯，他也接受不了。怎么都不成？他不是恨那个艺术，他是恨郭德纲这个人。嗯，所以说这东西到最后其实咱们就是过日子。嗯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就如同我跟嫂夫人，嗯，我们之间说，你别老拿他举例子。嗯，你说点正事儿，就说这说相声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哦，啊，嗯，要让观众都接受其实很简单。怎么？4个字的诀窍叫雅俗共赏。哎，我们经常说这4个字，雅要雅的那么俗。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是辩证关系。吾与你焉有何话？嘿，这话好啊。嗯，特别雅。你雅得过昆曲吗？昆曲真雅。那个清朝的时候，想当年啊，清朝的时候，嗯，清政府官方出条法律啊，昆曲是国粹。哦，那时候说唱地方戏进北京就叫犯法，不让进北京。绳子捆好了，改不改昆曲？不改，送回原籍。哎呦，法律里写着必须唱昆曲，啊，清朝。你瞧瞧，后来乾隆过生日，这法律取消，允许地方戏进京，因为要给皇上贺寿。啊，哦，你这玩意儿弄得跟相声似的啊，这可笑。地方戏进北京，嗯，虽然说有大清王朝的支持，嗯，昆曲还是被地方戏打败了。
怎么打败？哎，大批地方戏团结起来，把昆曲打跑，地方戏出了一个京剧。哦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花雅之争。嗯，一共是三次，三次，三次，最后出来的京剧，嗯，昆曲彻底从神位上下来。嗯，你雅，你还雅得过他吗？昆曲雅呀，每一句唱词都是典故。嗯，前清的时候都得是那个王爷、秀才、举子、当官的捧着二十四史，抱着康熙词典，嗯，才能听昆曲，引经据典。所以到民国的时候就很难卖票，怎么呢？好听场戏跟种地似的。嗨，谁跟你受那个罪呀？没人听得懂。所以雅到极致不风流。哎，啊，太俗也不行，太俗还不行。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啊。那谁看呢？你这，啊，哎呀！今天现场的观众素质有待提高，我觉得。这都是您拿澡堂子带来的观众吗？谁呀？啊，这什么都喊。所以要想雅俗共赏怎么办呢？有主意吗？就是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。对，没听说过，这叫雅俗共赏啊。雅俗共赏前提是要有文化。哎，那倒对，你要愣得雅那就叫诈骗，那就不行。你雅到哪儿去你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这要有文化。为什么我还跟于老师在一块呢？怎么最有文化？你瞧，又捧我。给大伙展示一下啊。啊，四大名著是哪五本书？您拿我当傻小子了是怎么着？四大名著哪五本书？四大名著是几本？四本书啊。四本书啊。啊，有一本叫青楼，青楼，红楼梦的吗？红楼梦啊，对，不是您刚才说那第一句、啊，红楼梦是吧？红楼梦有，红楼梦里边有个男一号叫贾宝玉，那倒是。好，请于老师回答一下，您说贾宝玉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你就叫贾宝玉啊，宝玉是小名，怎么？宝玉是小名。哦，《红楼梦》里三番五次提，啊，小名叫宝玉，是大名叫什么？那还真不知道了。你看，嗯，整个《红楼梦》就没最后提一句贾宝玉大名叫什么。您也不知道啊？我要知道我还问你。嘿，那你考我干嘛呀？你看这玩意儿啊啊！再问你《西游记》啊啊，白龙马看过吧？白龙马知道啊。白龙马名字叫什么？叫。白龙马呀，那你看像这像话吗？啊，白龙马名字叫什么？不知道，蹄儿朝西。哎嗨，那叫名字呀，那叫，您开玩笑的。哎，就是得多读书啊，是读完书才知道。哦，确实不知道贾宝玉叫什么。啊，对，这不读书还没准知道。啊，挺好啊，这个听听相声，嗯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。是，我都很羡慕你们，真的。怎么？我要是有那个机会，我也希望着不站台上拿灯烤着下去，无论找谁哈，坐你们怀里边，咱们听个相声。坐怀里的，这，您是找一机会坐怀里，就因为座都满了吗？咱们挤着点坐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全是女的，你瞧。今天的观众素质确实有待提高。嗯，艺术形式很多，是啊。当然有人说了，我不爱听相声，没错。这也没错，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演员被所有人都接受，哎，不科学。这倒对，花八个亿拍一电影，拿过一万个奖，票房卖三千个亿，嗯，我就不爱看，你也不能打死我。那就是嘛，所以咱得讲理，哎，允许，嗯啊，看电影当然也挺好了，嗯，于老师拍的那个，嗯，老师好吗？是吧？问号的呀，老师好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好，老师好，嗯，于老师，老师好，演的真棒，您就捧我。真的是实话，我去看去了，我去看。嗨，得嘞，谢谢各位，您多捧场。演戏演得好，嗯，就把那个苗老师那个心态、那个状态描写出来。这那个年代过来的，真挺好的。电影啊，嗯，电影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，那倒是，啊，外国人发明的。嗯，对，最早有为什么有电影啊？嗯，1890几年的时候，据说呀，啊，有俩人抬杠，抬杠。这说这马呀跑的时候，四蹄都在地上。哦，那个杠头就说了，马是腾空的，哦，都不在地上。有一哥们儿照相的，英国一哥们儿，嗯，做个实验吧。怎么实验？钉了24个木桩，嗯，每个木桩拴根绳子，拴一个照相机系在快门上，嗯，放一匹马打着跑，马蹄儿把快门的绳子碰断了，噼，哦，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拍了这么24张照片，哦，证明哎，确实马蹄儿在跑的时候是腾空的，
但是连续放这24张照片，突然发现这个人物怎么动起来了呢？嗯，就从那开始，大家觉得这东西是可有文章做。哦，哎，慢慢慢慢才发展出了有电影。你瞧，电影进中国是1903年，也是很早的事情。最早北京有一个天乐茶园。哦，哎，在那儿有几个德国人带着机器跟着租园子放电影。哦，啊，当年这叫电光戏。呵，这种剧场叫电光戏场。嗯，啊，宣统3年，清政府下一文就说必须男女分坐，像你们这个挨着坐这不可以。然后挨着，哎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夜里12点之前必须结束，没有夜场。这是最早电影有关的这个文件说明记载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看电影那会儿，咱们你记得80-90年代啊，我们当年看电影那都是大屋子，一个厅里边1000多人吧。啊，对对对。后来出小厅了，这个就这几十人方便了，太方便。什么叫太方便了啊？啊，包场啊，30人、40人包场啊，就没多少钱嘛，就挺好。嗯。再后来还出了叫什么那个3D 的电影。对，3D 就在眼前似的啊。啊，就这立体的。哎呵。嗯，那会儿出了一个什么片儿，因为我很少看这个，于老师爱看这个3D 那叫肉团啊。啊，这个肉团啊，说您等会儿吧。肉团儿，您包饺子呢是怎么着？因为这个葱跟蒜我很了解。别，我有一个大哥原来别提这个。哪儿啊您这来回来去说呀。嗯，我这玩意儿都勾着没听说过。那不叫肉团，那叫什么？肉蒲团。行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哎，这玩意儿，那是啊。于老跑到香港看这个肉什么团去啊，连看好几天。哎，我那么过瘾呢，上那好一场场看啊，看完在香港歇了半个多月嘛。我干嘛歇半个月？天天吃六味地黄丸，缓了些日子，这才送回来。好家伙，不是看电影去了，哎，那个。嗯嗯，后来就陆续拍了好多3D 的片子，是还进了个武术电影哈。 啊那更真实啊，开打的好。于老师看这个闹人什么？我闹人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怎么了？嚷什么呀这？我跟着一块使劲跟着嚼。哎呀，你电影院里不是你一人。是啊，坐他后边都恨死了啊。哎，打着散了电影，于老师还夸呢，是3D 电影太真实，到现在还疼。这是这傻子，这是。其实之前我还有印象，80年代、90年代，嗯，还有一段时间人们特别爱看录像带，啊，那时候有录像厅，没少看吧？嗯，谁没少看？谁没看呀？那时候我可是没少看录像带。你瞧瞧，《小兵张嘎》，啊，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，那玩意儿出录像带吗？那个，什么？我看的都是那些个，哦，那些个片子啊。是吗？于老师他不爱看，他爱看那个长知识的录像带。谁都愿意长知识。您有什么奇遇啊？这个有香港的，有韩国、日本、外国的那个录像带。于老师，哼，没少看。学英语，学英语。哎呀，当年卖这个也没有光明正大敢卖的。这没有啊？没有，有的就是熟人之间拿一盘来你看，哦，啊，逮知道就逮起来了，还逮，有的街上有，于老师跟街上买过，我也胆儿大，街上摆一个木头的凳子，放一盒录像带的空盒，哦，空盒，空盒，哦，哎，人家警察来了抓你也没办法，他就空盒，那我们什么都没有啊，但是他有封面，嗯。印的就是反正就那个玩意儿吧。啊，哪玩意儿？卖袋子的呢躲得旮旯还不露面。哎，非得于老师这样的。嗯，这先得我这个。嗯，站住了。嗯，拿起盒来。嗯，我去，我看热了是怎么着？我这人家那个才过来了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有心气儿啊。啊，我要学习科学知识。哎，多少钱呢？嗯，40，不贵。80年代末期40，嗯，一个工人一个月可能挣个280到300。哎呦，那可不便宜。为了学科学知识，别提这个了。啊，于老师，要看看这个。嗯，
人家跟你明说，你看看，空盒没有，你交40，明天上午再拿那芯儿来。这保密工作做的还真好，你这警察来了抓起来怎么办呢？过去是这样的，明天上午，哎，明儿你上午6点还是这儿，早晨可就不是我了，换一个人，那个人他拿着那袋子，给你，你今天给我40块钱。不，他怎么认识我呀？你明天早晨来的时候啊，光膀子抱颗白菜，我神经病，大早上起来马路上光膀子抱颗白菜，那你学知识吗？总是要付出的吗？哦，于老给人40块钱，回家这宿睡不着觉啊。那是想着这袋袋子，天还不亮。我要学习科学知识。早晨5点起来，漱口洗脸，收拾完了，脱一光膀子，抱着白菜往外走。你瞧瞧，他母亲还拦他，怎么这么早就出去啊？早吗？我有事儿。喝了腊八粥再走啊。冬天呐。腊八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啊，这个。对呀，我光着膀子抱颗白菜，心是热的。哎呀，你让我抱一火锅呢，哪怕。抱着白菜出去了啊。腊月初8。哦。按农历来说，都是中国最冷的时候。那是啊。哎，站在街上。哦。这个学知识的状态 啊，就这种求知欲啊。那是那是那是啊。一会儿啊，这人真来了。那是。一看。也没有这样的，就这一个，那就是好认呢。啊，嘿，转过来，在后边，满身转，我都冻僵了，合着是，已经不会扭头了啊，这才转过来，人家乐了，哦，就是你啊，认识，掏出袋子来，给，齐了啊，倒不骗人，于老师拿着袋子，啊，谢谢，哎，对，这才回家，盖皮影了，到家不能马上看。干嘛不能马上看？老太太在家呢。哦，给老太太送到长途汽车站。干嘛去啊？老太太娘家是保定。哦，买张车票给老太太送回保定，让她回娘家。哎，啊，这才回来，关上门，挂上帘，打开录像机，袋子捅进去，打开电视看吧。呵，怎么样？这回可长了科学知识了。什么？母猪的繁殖。哎嗨，我学这干嘛呀？上当了啊！找他去吧。哦，找他去吧。啊，找他去，是得找他去。找去吧。哎，找去了。到那儿一瞧，没有人。一算这点儿不对，我还得早晨6点去。对了，生气，这一宿睡不着觉。是，早晨6点又奔那儿了，找他去。等半天没人招呼自己，他跑了，赶紧回家把衣服脱了，抱颗白菜出来。哎，好嘛，我这对暗号去了，上那儿没有这记号不行啊。啊。光着膀子抱白菜回来，嗯，人家出来，嗯，一猜你就得来，你瞧还猜着了，给我这不是我要的科学知识，别提这个，哎，母猪的繁殖，对，我用不上这个啊，嗯，我们都是这样，什么叫都是这样？怕你报警，知道吗？你瞧，再交30，明天给你一盘真的，这就70了，对了，啊，给30，这盘母猪的繁殖，人家接过去，嗯。回家睡觉，转天早晨6点，光膀子抱白菜又来了。我累不累？就为看这么盘袋子，这才又给他一盘啊。回到家来看不了了，怎么看不了？老太太回来了，这什么都，怎么那么寸呢？我这给老太太送到长途汽车站。好家伙，买张票走保定，走你，我非死在这盘袋子上不可。这才回来，嗯，关上门，挂上帘，插上插销啊。打开电视，捅进这盘袋子一瞧，哎，昨天太缺德了，母猪的繁殖啊！你看今儿这真好，真好吗？小猪的饲养，好家伙，它生的还真快，你这，这回彻底了解了，啊，是学知识了，那错不了啊！别提这个，这就当初，后来不就出了那个 VCD 了吗？啊，光盘 ，VCD 再往后 DVD， 啊，就更先进了。好，于老师可攒了不少了，啊？谁说的？啊，出光盘就比录像带要省心了。省心啊，地儿小啊，啊，省内存，储存量还大呢。嗯，再后来，于老师会玩电脑呢，这厉害了。怎么？他能下载了？你瞧我学这还挺快，你这下载了好多科学知识啊。可是也有苦恼，怎么？因为这会儿儿子长大了，你们家人还挺多，怕孩子玩电脑发现怎么办呢？嗯，单弄一个文件夹，哦，写上。恩师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的相声造诣。
把我师父都搭进去了，我就怕孩子，我要看看爷爷。别去，爷爷那儿那几姐姐还没起呢。好家伙，别提这个了。所以说这文化娱乐嘛，什么文化娱乐？有人说我不爱跟家里看录像带，也不爱看电影，我喜欢看话剧，话剧也可以。话剧是好啊，你看现在你看好多人团体演话剧，小舞台剧，对，各种题材多棒，好看。话剧当年叫新剧，新剧，您记住了，当年京剧叫旧剧，哦，包括戏剧评论家也是昨天晚上观看旧剧如何如何，嗯，跟他对着新剧就是话剧，哦，以前这么叫，也叫文明戏。这我倒知道，哎，文明戏，哎，就是话剧，有那个大的班社，也有小的班社。对，那会儿很多说相声也演话剧，也演吗？你包括我们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天津，嗯，他成立过北方话剧团，嚯，那很先进了，也干这个。嗯，话剧也有草台班子，是吗？有草台班子，哦，十几个人，二十几个人，嗯，租堂布景，弄点道具，也就演了，倒不复杂，不卖票，不卖票，不卖票，计时收费。哦，门口来个桌子啊，桌子后边坐一人，嗯，桌子上有一电铃，嗯，一摁这铃，这是收费，全场收费。老大爷从门口过，嗯，没看过话剧，大爷里边请。哦，进去看看话剧。是，哎，又不吵又不闹啊。好，瞧完印儿吧。嗯，大爷进来了，嗯，刚坐那儿，嗯，收费，铃声就响了。嗯，伙计们过来了。是，费心费心，哦，这儿三毛，这儿两毛，给大爷您手里给这儿吧。嗯，刚进来没看呢，那座得要钱呐。哦，座钱。哦，对，前后台三十多人就指您吃了。呵，您是引路的财神，嗯，将中的领袖。哦，啊，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。是，大爷您赏下来吧。赏，给一毛钱座钱。看戏得了，话剧开始了。哦，台上一个少爷，一个小姐。呵，过去竟是爱情的戏。对，哎，亲爱的表妹，这是台词儿。少爷说话，嗯，亲爱的表妹，嗯，啊，费心各位，又来了。这儿三毛，这儿两毛。嚯，大爷给钱吧您呢？啊，怎么刚给完了？是啊，一句。刚才给的是座钱。对，这回呢？这回正经是戏钱。哦，这开戏了。哦，多少钱？哎，给一毛吧。一毛，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。哎，前后台三十多人指您吃了，是引路的财神。得了，给一毛钱赏下来走了。嗯，台上说话，哦，亲爱的表哥，哎呀，贫不贫呢？费心啊，这儿三毛，这儿五毛，大爷给钱。是，怎么又来了呀？对呀，你看都聊上天了，赶紧给钱，快点。哎，对，就赶紧看戏，嗯，给一毛钱。嗯，别来了啊。是，走了。嗯，台上说话，哦，表妹，我好爱你。哎呀，正搅和的。费心三毛五毛，大爷给一毛钱。嗯，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，哪一哪儿啊？一句话一收钱啊！啊，给一毛钱，表哥我也爱你。又来了，净听铃了。这大爷，大爷给钱，怎么又要钱？您别看都快结婚了嘛，是吧？结婚了，还没结婚我就花四毛了啊！这生孩子我得花多少钱啊？好家伙，这不行，不看了，我得走。嗯，大爷站起来往门口那走。哦，刚走到门口，身后说了：“嗯，表妹，你嫁给我吧。”又响了，大爷交钱，我不看了。这句你也听见了，好，愣抢这是，掏两毛钱，嗯，扔在那儿。好，人家找一毛，嗯，大爷攥着一毛钱，骂着街就出来了。不听了，这辈子不看话剧了。嗯，太贵了啊。说的是，再一瞧这一毛钱短一角，啊，短一角没，不能花呀，花不出去。哎，一扭头，嗯，一进门，表妹正说话，嗯，表哥我也爱你，给你走。哎，对对对，连铃都没听见，啊，这来随份子来了 啊。打这儿起，我再瞧这儿，我是那个啊，嗯嗯，转身过马路，后边来蹬自行车的，嗯，大爷看车，噔，又演话剧追这儿来了，搞神经病了吗？这啊，过去演话剧的啊，好玩之极，也骗人。当然了，如果说这些都不喜欢，兜兜转转转一圈，嗯，还是来听相声。哦，最后还得听相声，还是得听相声，是吧？相声热闹啊，我们是归到曲艺这个行业里边。那是啊，啊，古曲宋说就是这么两大块，两大类啊。嗯，于老师，我们这都打小在这里边熏出来的啊，小时候学说相声，第一要学会我们的本门工作，嗯，第二就是要把我们周边的曲艺形式
都得会，这都离得最近的啊！你京韵大鼓、西河大鼓、京东大鼓、铁片大鼓、东北大鼓、梅花大鼓、菊花大鼓啊，菊花大鼓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！梅花大鼓就是梅花是吧？对了，梅花，梅花大狗，嗯，大狗干嘛？干什么？大鼓，哎，各种大鼓都得会唱。嗯，我小的时候还唱过西河大鼓，西河大鼓也好听啊，西河大鼓好听啊，是有长篇书，有短篇书，哦啊，嘴碎但是有意思。哎，这么着得了啊！您给我们唱几句这西河大鼓怎么样？咱们听听。长篇书他就是一干就干仨月，哦，唱大书。哎，杨家将啊，薛家将啊，胡家将啊，嚯，连说带唱是啊。嗯，这屋里坐满了，坐一百多人，哦，一百多老头老太太。嗯，听这、哎、这敲着鼓，那坐一弹弦的，嗯，说会儿唱会儿也挺好玩。怎么来呢？大众的佛台慢慢的听，真好，压住了鼓板，舒开了正风，爱听文来爱听武，爱听剑来爱听钟，嗯，爱听文来报公案，爱听武的有这水泊梁山兵，半文半武拿贵台，刘大人奉旨的钦差出了北京城，这不河间险险沧州下了山东，要不然怎么唱一回全本的胡家将，胡延庆进东京，上坟烧纸打闹汴梁城，会一会老庞温拿那和尚欧子英，若不然咱们唱一回刀马金枪南北宋，杨延景军马弓，白虎帅他大战那坐天蓬啊。好，这玩意儿听着过瘾呢，就这一下午仨钟头连说带唱，耐听，很快乐，这叫西河大鼓，好听。还有京东大鼓，哦，那有意思。哎，你听这地名，京东，嗯，京东啊，三河啊，香河啊，是这边出来的。哦，最出名的演员叫刘文斌呢，唱得好，公鸭嗓，云遮月，好听，嗯，有味儿。表弟是啊，地根里根东。收条龙帘挂金钩，有一位武道昏王要下扬州，有文官上殿把那王解劝呐、啊，武将上殿也把王留问。哎哎，有点意思，好听啊，京东大鼓，嗯啊，另一味，有短段也有大书啊，也唱大书、啊、对，很多古曲其实都是河北省一带出来的。哦啊，你包括铁片大鼓，铁片大鼓，铁片也叫烙亭。对，烙亭分两种，一种就是唐山烙亭，嗯，一种就是天津北京的烙亭。哦，也好听，它舒展，什么味儿啊？啊，您学学。八月里的秋风啊，阵阵凉。嗯，一长腰的薄露啊，严霜儿一场，小严霜单打那根独根的草，挂的边儿甩子儿啊，荞麦叶上燕飞南北，知道冷热，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，二哥哥走了一天，我墙上画一道啊，走了两天啊，道成霜，想二哥我一天吃了八斤饼，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，八斤饼六盆汤，吃完了多少有点撑地慌。废话，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、啊、你搀着
二妹妹。干嘛呀？我赶紧的上趟茅房。没听说过。这世界很酷。